这个戏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，哎，我戏份竟然这么少，所以戏就好看。演变蛮意想不到，其实一开始都蛮抽象，是，然后到现在都其实蛮还算具象，是本来有温度计下面有温度计，哦，我们里面原本有设计了一个温度计，把后来拿掉了，这个如果是把我当成温度计的话，你可以把我拿掉。我觉得我们那段相声是印象蛮深刻的。好，你跟硕恩，对，就是。有点像相声，但是有点像戏。但是如果要我定义的话，我会比较定义的比较像戏剧。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来做定义？那不然你来定义一下好不好？但那一段确实蛮精彩的啊，有这个有戏剧的走位，有戏剧的角色，然后呢有人跟好像一个机器人的对话，好像，对不对？这看起来啊非常的离经叛道，实际上就是。意想不到的就是这个当中啊，运用到这个沙的这个意象。没错，哎，我在排练的过程中呢，这个演技不是成长最多的地方，是沙画能力是我成长的。对，哎，那请问你是在画沙？看不太懂，但是可以看得懂。创新，小王子相声戏剧尬在一起，没我的地方最精彩。你们会看到相声演员不一样的一面，哎，对了，相声演员啊，一般在台上的那个能量啊，都是哎，我们很急着要制造笑料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，我们要讲什么很清楚。哎，这个戏你可以看到我们松弛的一面，对，就是我们在戏里面没有现在这么吵，哎，很松弛。如果觉得哎我们有点太松弛，那真的是我们忘词。版本哈，今天是8月9号，本人的生日，竟然让寿星去买饮料。大家都很有 sense。 哎，对了，然后刚才呢我们这个剧组呢有一个工作人员叫宇珍啊，我刚才说我要一个相声小队的时候呢，宇珍说的就我说啊我要有一个小队陪我去买饮料，宇珍是说我会把菜单传到群里。